就好了，拍前面灯就好了啊，听到声音 啊，这样就好了，拍远灯哎，对，我们看一下那个声音是大声还是小声，炮拱。儿子的摩托车把它骑一下，哎，很亮哦。嗯。有没有跟我们？都是鱼眼哦。鱼眼啊，就远灯哎，蛮亮哦。跟我们那个平价版的差好多、哦，真的差很多。啊，其实炮管声音没有很大声呢。我们到那边比较暗，就知道那个多亮。哦，这边比较亮，晚上都在你家兜风啦，很亮哦。啊，近灯你看。近灯的光型是这样，好近哦！我都在看远灯比较好啊、哦。哇，好亮哦！哈、欸，照很远呢，照很远哦。哎、欸，跟我们那差起来有差哎。哎、欸，价钱不一样，在什么 TCS 啊？那个这边有一个什么什么怠速熄火的，哈、哦，那个三洋的新科技，这个就是它可以启动，不可以启动。那、啊、它如果要没有油，你要给它加嘞？啊，现在油我不知道怎么看呢。它这是油表，这是水温吧？水温对，水温呢、啊？哇，炮公车！去头前去，我咧买。我来，我有一种，我来十种。什么的？我咧输到咧。有一种，哦，有我文堂文冲。文冲啊，别的地方啦。去我们村庄啦。好了好了。骑车兜风啊！不骑也不行啊，不骑那个哎、欸，都才825公里了。才825公里，啊，拍好了，拍就拍好了，真是的。村庄拍那个前面，啊，就拍前面了，我们就这散步啊。拍你那个表啊。你拍表，不然要等下超速怎么办？你看，来，现在22，搞笑，还超速，超个大便啊，超速。手机拿好，你看22公里啊，哇，不错，还有时间呢、欸。哎、欸，这一表吧、啊，比我们那个高级多了哦。可以讲啊。啊？可以讲啊。可以讲啊。去我们村庄那边绕一下，村庄绕一下，村庄不会有警察啦，警察也不会抓，不会管你啊，警察也不会管你啊，在这边警察不会管你，对啊，我们去绕一下，不然车子不骑不行嘞，往康家村庄绕一下，发动一下，其实这个炮管这个顺骑是还好，你要突然加油门才会再有那个声音，突然加油门会很大声，真的，我们就村庄绕一下啦，拍个影片，然后有空再骑去比较偏僻的地方，晚上骑是怕会警察啦，白天比较不会，等他回来叫他改一支合法的那个铁牌认证的，铁牌认证的，改一支合法管。稍微快点，有那个声音吗？那根本在这么顺都没听到那个声音呢、啊，是怎样？那边就好了，等他骑一下，慢慢绕一下，不然车子都不骑，车子不骑会那个。我说你稍微骑快一点，有那个声音。直路啦，直路才行啦。哦、直路才行啦。那近灯真的很近的，他也不会，应该不会刺到人家啦。不会，那这几点会吵到谁？人家说晚很晚，人家睡觉才会吵，到才几点而已吵嘞。现在蚊虫，我这边稍微骑一下啦。啊。好，吹一下啊。吹了。哦，蛮有力的哦。双载的哦，还蛮有力的哦。刹车普通还行，还蛮有力的哦，不错、哦。村庄骑一下啦哈、哦，等一下就这样子啦哈、哦，这段都到这边了 ，OK， 拜拜，再见。